现在在南田海边吼，啊，就是发现这个橘色的物体，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看到它有尾翼，它有一个尾翼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是，反正就是会不会是什么飞弹，或者是一个实验性的物品，就不知道是什么物品。啊，这个也不知道是这是什么火箭推进器吗？还是什么？应该头都快掉了吧？哎呀，这应该是中，这个应该是。应该是中科院或者是国军的那个吧，应该是靶弹还是那个吧，还是飞弹还是什么东西，有看到尾翼耶，好酷哦。啊，这个在南田海边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耶，这边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东西，好，等一下走过去看一下。真酷！哪里来的？记者，请问哪里来的？